变很多，变得成熟稳重很多。我是我，他是我，他是我，那我是谁？我是他，我是你，我是我，那我是谁？我是我，他是我，你是我，那我是谁？我本来以为是我，我也以为。我刚刚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因为我是女的。都选我为了公司连婚都离了。前几年猎人头公司找我，一个美商公司，开价年薪300万。哇！我要辞职，他要我忍耐，不过现在都已经过了50岁了，也没什么跳槽的机会，忠心耿耿不值钱。有什么好的机会，还是要好好的把握，啊！提供给你参考参考。哦，对了，你知道后来 Rebecca 跟总经理有一腿吗？手怎么啦？打架。跟谁？跟一只猪。干嘛这样说自己啊？晚上请你喝酒。行李呢？不是想要发泄一下吗？这个时候太容易引起误会了，歇了。你还没有放弃啊？放弃就没有赢的可能了。不是，可是你想要办不到，可是我就一直觉得，我现在真的很高兴。你是我的男主角。他变很多，变得成熟稳重很多。自愿退。